近代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一个基础模型。市长谢国梁去年9月亲自到美国争取引进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合作的城市设计课程，在市政府正式开课，获选来上课的各校高中学子聚精会神的听课。市长谢国梁也当起学生一起跟着上课，并以自己的求学经验勉励学子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那我很希望就是说，上这个课程对未来大家不管是升学大学或是进入职场都能够有真正有实际的帮助，这是最重要的。那我希望大家很珍惜这段课程。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那个时候先大学毕业后，然后在金融业里面的电子商务做了4年，然后申请到这个麻省理工的商学院，然后在上课的时候其实就跟大家现在的情况非常相似。那我非常珍惜那个时候上课的点点滴滴，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珍惜这个上课的时光，因为这个时光稍纵即逝。那上这个课最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会颁发给各位一个他们完整的 Computer Science School 电脑计算学院的这个 ROAR Robot Open Autonomous Racing 的一个毕业证书。我希望这一个毕业证书能够对大家申请顶尖大学有好的帮助。基隆市政府领先全国为基隆的高中生引进这项学习资源。市长谢国梁说，完训后学生将获得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颁发的证书，以帮助学子们未来申请进入顶尖大学就读。市府也将持续了解学生与家长的需求，为在地学子来打造最优质的学习环境。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